死佢算啦！乜你头先都冇食噶啦，咁你哋要谂下办法。咁啊，食铺糊果装至得噶噃，咁咪打个东都打到天光咁啊啊！咁打死圈咪打到过年。哥仔，做人呢就唔好唔争财。你哋，我咁样咁啊，咁讲两句嘢咁，咁你点样杀尘啊？真系，我好彩今日件衫多袋啫，你乜你话吓啊？咁咁多钱你话点样带丑？你咪砌任穷啊！你真系。 排品衰，即人品衰。排品好，即人品好。 好，张叔啊，十成啊，七千，我知啲人中好千，系咪喐？打牌，嘿，难得我最近收咗两个契女，帮我打拳，先至有翻啲时间出嚟学下打牌，吓，点知一嚟就俾我遇上呢个大老师。 大佬，你边只眼见到我出千先？你人哋同你打麻雀，你又唔准人赢，赢咗你又杀人咁啊？又边个同你打啫吓？好，如果俾我见到你出千，你就死，郭仔，打牌。 哥仔啊，都要打条牌噶、啊。
想出千。 长嫂啊，头先佢讲乜嘢？佢话佢个样咁衰， 系咪想出千啊，长哥？ 哦，咁啊要小心咯。喂，到你啦，要我噶？ 冇啦，冇啊，冇啊，快啲啦！做咩啊？你系咪食糊啊？ 插你插去都嗰只，你一定有警棍，俾我睇啊！嘿，哦，哇，难得我有副两番牌咁叻，你推谂啲牌佢，咁我咧十三要五只咁多，点计啊？啊，我想睇佢系咪出千嘛？嘿。